别看了，你们四个不是出去吃吗？我没做你们的。老丁，你有多少资产？跟我说一说，商人让我进一进，进完之后再让我借一借。不要跟我说你全部借出去了，也不要跟我借你在麻罗街捡到一文钱的故事。我有三万两，正好全借给我。行，我把银票藏在大山主峰的阳面，从下往上数，第十二座山洞里，进山洞后执行十四步，再往右踏七步，摸到石壁后上往下数第六块岩石的后面就是了。你没记错吗？没记错。 仓颉地点这三十年来，我每天睡前都会默背一遍。哪座山？哪座山我忘了，这三十多年我都没想起来。那你在默背什么？我怕我连后面的都忘了。啊，掌柜的，怎么了？ 没事，就是想让你抱抱我。有人欺负你了？谁？是那俩玩意吗？不是那俩，是我另外两个朋友，因为犯了罪，就要被流放到木边城了。牵连不到你吧？我因为一直加工，逃过一劫。 这回知道加工的重要性了吗？知道了。那从今往后是不是不应该再跟那俩玩意一起胡闹起哄要加期了？对，再也不要加期了。这次改嫁。好。